大家好，这里是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央视网熊猫频道、Panda Pia熊猫乌托邦联合开展的2022级新生团子的亮相现场。我是熊猫频道的墩墩儿。大家好，我是 Panda Pia 的 Tramp 小妹儿。嗯，我们正在位于熊猫基地的太阳产房，今天就由我们俩一起带大家围观今年的小团子。大家可以在画面中看到，这个活动场已经搭了一个像乒乓球台一样的舞台。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世乒赛啊也会在我们成都举行，所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们斧头山的小团子们也已经跃跃欲试了，都想要来试一下。我们的小团子们现在应该还在室内梳妆打扮啊，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镜头啊进去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吧。小老子嘛，孩子是月亮的受舍的孩子。没有没有，我们是这个把孩子先放。这个人对脸拍，只有他脸还是可以这样子拍啊。他感觉身上哪里热不住的了。他感觉吃的太急了。娘娘娘。来了来了来了，不要叫。哇，第一个出场的就是灰灰仔。哦，是吗？是灰灰，是灰灰仔吗？对，是灰的。我离他不是真的是很近。嗨，这嘴炮熊。对，一出来就跟大家打招呼了。没奶妈抱的那只是嘴炮仔。哇，好多！今天风哇，快数一数，丰收快，大家一起数。说是要摆一个73的数字，喜迎国庆。我们的一号运动员小灰灰。你们咋个看下他们举重没有呢？我这看不到。13只小宝宝啊，每只宝宝手里都拿了一面国旗。啊，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庆祝生日。镜头定一下。我觉得那个嘴炮熊就是梅奶妈手上那个。对，最最难搞的一定要交给梅奶妈。你看第一排最后那只，他好像还坐的不是很稳。今年小灰灰就是右下角第一排奶爸抱着的这只啊，感觉他嘴筒子怎么那么尖啊，怎么可以这样黑熊呢？你看第二排那只不好好坐着的，在奶爸怀里，他要站起来看看今天都有谁。看那只灰灰熊仔还是挺乖挺老实的，捏住小拳拳再发力。来，大家一起来接受小熊仔和奶爸奶妈的祝福。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 C 位的小熊仔干嘛的，才顶一分钟嘛，太有想法了，他觉得这个时刻是自己能成为网红熊猫的一个好机会， 他把握住了。他们也在嘤嘤嘤的叫，当饲养员说话的时候，他们也一起嘤嘤嘤。对，也要参与祝福。
小灰灰体型好大呀。就是，别说灰色显胖，果然是灰色显胖，灰色显大。那现在我刚刚想夸小灰灰后面的那个小熊仔很可爱的很乖巧的在奶妈怀里，他就板了，他就开始挣扎。可以了，拜拜。哦，刚刚每个奶爸说怀里的都要睡着了。对对对，拜过七夕前。现在他们集体合照，运动员的集体合照已经拍好了，现在我们先摆个入场的造型。嗯，大的摆前面，免得他乱爬，小的老实些。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还不能随意乱爬的时候，是最乖的时候，可以任饲养员摆布，全部统一姿势、统一方向，然后当趴趴熊。这一群令人羡慕的蓝衣人，能看出来吗？能看出来三吗？他们好像一群玩偶，任饲养员拨弄。这样的玩偶，请给我拿一打。这可太行了。你们耍的边啊？没有定点呢？没有，不用定点，随意发挥。如果有多出来的一只可以给我，我帮忙保管也行。第一次灰灰已经累了，随便吧，你想这么摆我就摆我吧。没事，明姐有那个意思就行了。他那个三个的，三个摆就可以了。那个三个摆，摆成那个三个，一个叠一个。可以了，两边可能要留点时间要看到一下，害怕他们掉下来。看那个七尾巴上那个叠叠熊，他枕着前面的小宝宝，是一个软趴趴的抱枕。好老实呀！打头阵的就是我们小灰灰，对不对？对。哦，他乖乖的、哦、哇，好老实呀，他现在都很乖耶，除了三的那个拐角那个劈叉的那个小团子脚时不时的还要扑腾一下，大家都很听话。那个七的拐角要爬砖，放下来的时候感觉安静多了，抱着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七拐角的那个团子的尾巴尖尖是黑色的，我刚刚看到它前面那只也是黑色的。哦，我们本来还想说带大家一起观察一下每只熊猫都有些哪些特色特征，任毛插件什么的，但是现在看来太多了，只有灰灰，太密集了。还是有那两只嘛，七拐角的那两只尾巴是灰的，然后七后面这只它的那个脚上有白毛。哦，对对对，有白色的小白袜。但是山这边的好多小白袜呀。已经算不得有特征的任毛插件了。而且我刚刚记得就是排在第二排的那个第一个奶爸抱着的那个熊仔的肩带很细。嗯，乱队形啦。被奶没奶妈黄牌警告一次。
骑友互变队形了，好，现在变换阵型，变成了电子显示数字的聚餐。这一下比较清楚，73。你看，不管是七的尾巴还是三的尾巴的小团子，都已经感觉进入梦乡了。香，可以了，写的挺好的。可以了吧？骑那只在灯后面那只熊的脸。现在大家都还是趴趴熊的时期，我估摸着他们的年纪可能就是一个多月、两个多月的样子吧。一年呢，好像会有两次公开亮相的这个机会哈。对，一个就是在国庆前夕会给大家亮一次相，然后还有春节的前夕也会有一次亮相，就以往按惯例来说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两次亮相呢，都有一些不同的看点，比方说像国庆节前，大概就是因为熊猫是夏秋季出生嘛，就大概七八月六七八月的时候出生，所以到国庆节前夕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两三个月大，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状态，基本上都是趴趴熊。等到了春节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已经半岁了，有的能跑啦，能爬啦，能上树啦，都有出现，那时候又有不同的精彩的样子。到时候也可以追着我们的奶爸奶妈满园子跑了。而且到了那个时候，饲养员再把他们抱起来的时候，都有点把控不住了，不会像今天这种随意拨弄，随便你摆哦。到了春节的时候，那可不知道谁摆谁了。现在动得最厉害、最活泼的那个三啊，最边上的那一树，它一直在叫，也一直在挣扎，它是最活泼的，应该是刚才充电充够了。而且像大熊猫幼崽在两个月大、两个多月左右大的时候就可以自己爬动了嘛，但是因为它们的四肢还不太协调，所以爬行的距离不长，所以他们走路发挥都不太稳定，四肢刚装上还没有适应。我们说刚刚我们说看一下这些团子的特征，那目前最有特征的还是七打头的那一只灰灰熊仔。那大家知道灰灰熊仔是来自哪个家族吗？对，按照惯例啊，灰灰小灰灰出的最多的应该就是我们最熟知的那个家族，陈家班。对，那为什么它会呈现这种灰色的状态呢？应该是家族基因的个体差异吧。嗯，所以其实就只是一种视觉上的误差，并不是说它就是灰色，它的毛发其实也是黑色的，但是可能比较稀疏，毛发比较少，秃掉了，和白色的毛发混在一起，感觉会灰一点。对。但等它们长到多大的时候，嗯，就会变成黑色呢？我觉得在半岁或者一岁的时候就完全变黑了吧，因为我观察，像以前陈旧、陈实他们就是在半岁的时候，从耳朵开始啊，从最外面向里面那个颜色那个墨是慢慢加载的，耳朵、眼圈，然后四肢那个手指跟脚趾那个尖上，然后慢慢长黑，然后那个肩带也是从手臂慢慢加载，一直到肩带。
啊，然后新皮肤就加载完成了，挺好。人家都只有一套马甲，他还可以穿两套。还有一种熊猫一身还有另外一种颜色的马甲，嗯，大家知道我们在说谁吗？最熟知的应该就是我们的巧克力色的大熊猫七仔。但是七仔跟灰熊猫又不太一样，它的那个棕色就不会变成黑色。嗯，灰灰呢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是会变成完全变成黑色的，黑白色的。七仔就一直都是棕色的，不管是棕色还是灰色，跟黑白的熊猫比起来都是比较显胖的。你看七打头的第二只，感觉它比较活跃呀、啊。他怎么干了我们都想干的事呀、啊？吸熊猫，他们也知道自己很好吸。然后我觉得，嗯，第二只它那个头顶好像有一撮呆毛。哦，是有一点，不知道以后长大还会不会依然屹立。以后大家如果有机会来的话，也可以观察一下有没有头顶呆毛的小团子。然后七末尾的那三只怕是都已经睡着了吧？然后三末尾的哦，哎，行了行了。七打头跟拐弯的那三只，跟后面那三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动态的，一组是动态的，一组是静态的。年龄小的好像叫更多。这是长身体的好时候，要抓紧一切的机会睡觉，睡大觉。到底谁在当嘴炮熊，一直在嘤嘤嘤。哎，我觉得第二只它的墨好足、哦、你看它跟那个灰灰比，嗯，耳朵也有点大，而且它刚刚抬头的时候，我发现它的那个颈部，哎，熊猫有颈部吗？有，就脸颊下面那儿有黑毛，感觉墨很足，你看。墨清洁。我们的裁判员过来调试了一下运动机位，所以他们都是乒乓球吗？意思是？对啊，一个个圆滚滚的黑白的乒乓球嘛。刚刚你看小灰灰和他旁边的那个墨很足的小团子都自己去碰上那个乒乓球拍了。看看今年有没有天赋异禀的一只小熊。嗯，大家看一下那个三打头的那只熊猫宝宝，它的两只腿上也有白色的环环，白脚环。我感觉三下面那只好像也有点灰，是不是那个第二个拐角的那个？对对对，倒数的第三只，三这边。嗯，也是有一点毛发稀疏，看起来也很胖哦。灰色就显胖，但是它挺白的，我感觉。哎，他们这几只都很白，没有黄熊猫，没有吃那个没有花生味的汤圆。像之前去年的时候亮相的时候，那个润月，我们的二狗，润月和爱九就很黄。对，而且也是有参照物的原因吧。对，荷花荷叶很白，白白的发光的。对啊，拍了那个照片都不知道怎么调。你调亮一点，哇，这两只爆了爆了，那两只还是黄着的呢。而且他们不仅黄，还很会给自己找存在感。他们就一次一次的跑下舞台，因为他们那个年龄差距还是比较大嘛，体型看起来也大了一倍，然后他们两个都已经可以跑可以爬了，就一直爬下舞台。然后三元又去把捉上来，然后又爬上去，三元又捉起来。我记得当时润月还摔了一个狗吃屎，然后那个奶妈把他抱起来，他就抱着那个奶妈，一副嘤嘤嘤的样子，超委屈，把头埋在奶妈身上。那所以那个熊猫跑下舞台的惯例到底是从哪一届小熊流传出来的呢？嗯，这个时候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的最出名的道哉聪，对，响彻国际的顺哥，没错。
又要换造型了。现在给大家看看正脸。好，有强迫症的饲养员奶爸奶妈们。摆成灰灰熊仔说：“又要怎么把老我呀？”帮帮我们把今天的段子滞销了。好像团子大卖场啊，买一只送一只。哇 ，C 位那只毛好炸呀，感觉。对，它好像跟左右两边现在比起来是有一点黄了就。而且它右边的那三只动作好一致哦。拿假的来糊弄我们，我严重怀疑右边三只是不是玩偶。这时候就应该上那个音效，哎，你动一下喂，然后就嘟嘟，它就动了。我觉得今年的2022级的团子，他们的大小差异还不是很大，就基本上大家都这么大只。像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响彻国际的顺哥他们那一届，他那个道在冲当时亮相的时候，16级嘛，当时熊猫很多，有20多只吧，大概，那个就前前后后出生的，他们的体型差异就比较明显了。我们最知道的，当时肉姐肉肉梅兰是老大，然后诚实是老幺，那个梅兰都又黄，然后他当时又长得又胖，然后他当时又可以走路了已经，然后其他小熊都排成一排安安静静的在那儿，梅兰就开始当压熊机，一个一个的去压过去。对，就像那种洗澡的时候那个小鸭小黄鸭的那个玩偶，压一下叫一下。狗了，我舍不得呀。还有宝宝就在那儿吗？现在亮相结束了，饲养员要把他们先抱回去。我看现在还可以一人抱两只，一人领两只，快点快点，大家这个有成都户口的赶紧来啊，排队领熊猫，一人两只。哎，还有多出来的一个吗？我还说有多的一个可以送给我，如果没有人认领的话。好，大家有没有听见？还有舍不得咱们的宝宝，走之前还叫了一声。虽然亮相结束了，大家都要走开了，但是我们要在这儿守着，说不定一会儿还有返场，还有 uncle。好了，大家好啊，这里是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央视网熊猫频道、Panda Pia熊猫乌托邦联合开展的2022级新生团子的亮相现场。那我们刚刚呢，在外面看过了月亮产房和太阳产房所有团子们的大亮相啊，现在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小木床上。现在我们位于太阳产房的室内育幼室，都已经呼呼大睡了。看他们的睡姿也是各有不一哦。对，月亮产房的小团子们应该已经回家了，现在剩下了太阳，1、2、3、4、5只啊。这里有5只正在睡觉的宝宝，然后室内应该还有奶爸奶妈在排便或者称体重的小朋友们。看有2次还是摊开来睡，摊开入眠。对，四脚朝天睡得特别的。哦，3只哦，旁边还有一只也是那个样子。哦，睡得特别沉。你就看到他那个肚子一鼓一鼓一鼓的。刚刚距离有点远啊，我们现在这里应该可以来仔细的观察一下他们有什么特征了。我看趴趴熊的这只，它的那个
墨很足，鼻头也很黑。啊，眼圈也比其他的团子要大一些。他是不是就是刚刚趴在灰灰后面的那只？可能是哦。皮呢，然后最右边的这只宝宝啊，感觉眼圈要秀气一些，小要小一些，小眼圈。嗯。而且它的胸毛好淡哦，你看，平摊着第二只那个胸毛好黑。画面最左边的这个宝宝啊，呵呵，敞着肚子一股一股的，超可爱。而且我感觉它完全是熟睡的状态。嗯，这两个肚子长得也太平坦了。下面开始随机挑选一只心上熊。哦，一手就可以抱一只。刚刚抱起来那一只肩带真的好细，这工作也还好，太可爱了。那有时候我们在看小团子的时候，有会发现，哎，这个小团子怎么没有在木床上或者饲养员把它抱着干什么去呢？那如果我们没有在育幼室看到小团子，那有可能它是在妈妈那里吃奶，也有可能是饲养员在给它进行人工哺奶或者是排便等工作。嗯，所以他们这个阶段吃的食物呢，主要就是以母乳和配方奶为主。啊，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在妈妈那里吃奶的奶量不够的话啊，也会有我们的奶爸奶妈们然后再配一些奶给他们补足啊他们所需要的这个营养。那饲养员什么时候会去判断他说他应该吃奶了或者要排便了这个时间段呢？有可能哈，嗯，因为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嘛，比如说他一天会吃几次奶，然后在这个固定时间段内会把他们安排到妈妈那儿去，或者是进行刚刚我们说的一些工作啊。还有一种判断方法就是这种大熊猫幼崽它会发出不同的一些叫声，那这些叫声也代表着不同的含义。现在这个阶段的小团子们一般就是像我们刚才听到的咦咦咦咦咦，对，那种叫。如果他要找妈妈的话，他就会叫的比较大声嘛，或者他受到惊吓时他会叫哇哇啊。然后如果他感到舒服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发出咕咕咕咕咕噜咕噜的笑声。然后如果他肚子饿了，他可能也会咦咦这样子叫，那饲养员也会根据他的叫声去判断他有什么需要。嗯，还有比较好玩的就是有个小团子受到惊吓之后会像发出那种像狗叫一样的声音。汪。对，是有一些外语技巧在身上的。
大家看这一床毛茸茸的团子，我都会想说这个手感如何呀。这种刚出生毛发刚长齐的，应该手感感觉应该还不错，比较柔软。我听说像成年大熊猫那种，它的毛发摸起来就比较粗糙，像刷子。这是谁的形容？为什么说人家的毛像刷子？有的大熊猫就比较调皮的那种，自己在地上滚了以后，就感觉身上那个毛都已经变成毛毡了，就看着手感就不咋样，就不像我们现在这种小团团哈。小团子看起来毛茸茸的，嗯，但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以后长大以后也会去泥地里边打滚，不停的去摩挲那个树，然后把自己的毛发就练出来了，就也变得很粗糙。那其实熊猫的毛发也有它独特的作用，它们的毛发长成之后会长达10厘米左右。有保温的作用，还有除湿的作用，这是保暖机除湿机都有了，一件熊皮大衣就够了。除湿怎么除湿呢？我猜想就是到了下雨的时候呀，或者沾到水的时候，它们那个毛嘛就有一定的阻隔作用，不会让它直接进到皮肤里面，然后它起来抖一抖水，哎，又干了。感觉好像那个羊一样，羊淋雨的时候就说它不会动，就会一直站在那里，然后等雨停了之后再甩一甩，然后再那个行动。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它们的毛发比较厚嘛，然后也比较的茂盛，所以说对于野生大熊猫来说，这也是一个具有抵御敌人的一个的作用，就可能它们的外敌来给它嗷呜这样一口下去，咬的一嘴毛。咬不到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大熊猫能够存活几百万年的一个秘密。外敌说哎，这玩意儿咋咬起来扎嘴呢？不好吃。所以他们也不怕蜜蜂。有时候我们看到饲养员给他们喂了蜂蜜之后，就有那个蜜蜂在他们周围飞嘛，但因为他们毛发比较厚实的作用，他们也不怕。外人每次看到这种肚皮敞开睡的小团子，我都好像把头埋进去试一下是什么感觉。99.9%的人都有这个愿望，肯定暖乎乎的。奶妈过来帮他翻了一个身吗？又抱走了一只，现在只剩下两个小宝宝了。现在床上有一只摊开的和一只趴着的。这样看他们两个体型的差距就比较大了，而且这样看好像看不出来他们有尾巴，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熊猫是有尾巴的。他们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尾巴就非常明显，和皮肤的颜色是一样的，粉粉嫩嫩的。
但是随着体型的增长，尾巴的生长速度减缓，然后又被那个毛发给覆盖掉了，就不太明显。然后它们那个尾巴又经常贴着身体，然后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圆滚滚的屁股。然后他们平时，因为大熊猫是领地意识比较强的一种动物嘛，所以他们也会用尾巴去蹭一下那些地方来做留下自己的气味，就打个标记，就表示这个地方是我的。对，还有就是耍朋友的时候，耍朋友，四川话，四川熊猫叫用四川话，就谈恋爱。对，用尾巴当沙子四处做标记就可以吸引异性。嗯，气味情书有个非常浪漫的词。哦，我们别看大熊猫长得好像挺萌的啦，但是其实我们去看一些野生大熊猫，它尤其是在繁育季节争取交配权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打斗场面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就经常会有打不过的大熊猫会受伤。我以为你要说，所以打不过的大熊猫就没有了老婆，就是只能去另外再寻觅自己的佳偶，就是没有缘分。所以大熊猫还是猛兽吧。嗯，又放回来了一只。在后面的日子里啊，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奶爸奶妈们也经常会把这些小团子拿出来晒一晒太阳，让它们长得更快一点。所以也欢迎大家来熊猫基地的太阳产房和月亮产房来打卡，来看看我们可爱的团子们。特别是快要到国庆假期期间了嘛，这个时候去哪里玩呢？可以选择来看熊猫。对，那看熊猫就要把握好这个时间了，最好啊就是早上的8点钟左右起个大早，一开门就往里面冲。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滚滚们吃早餐，然后因为早上天气还比较凉快嘛，就是他们比较活跃的时候吃早餐呐，打架呀，上蹿下跳啊。如果你是中午来的话，中午可能就已经玩累了，就开始要睡觉了，就已经爬到树上或者是瘫在木架上，然后就会听到说这该不会是个假的吧。其实别人也不是假的，只是你没有看到他活动的时候。对，然后其实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到幼年园，幼年园中午大概12点过1点期间会有那个我们的明星饲养员谭爷爷有吊猫的环节。所以这个季节来熊猫基地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你可以看到各个年龄段的大熊猫。然后大家如果来看熊猫的话呢，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大熊猫的耳朵和眼睛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最好是不要大声喧哗，然后拍照的时候呢也尽量就是把闪光灯给关掉，就是不要让我们去打扰到它们。文明参观，也不要去拍什么玻璃啊，去投喂啊，这种行为可是要不得的哈。更不能说把小朋友放在围栏上，或者说你干脆去翻越围栏，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的哦。
不少。然后来熊猫基地，除了看熊猫啊，大家也可以去新区的笋子塔啊去打个卡，那个地方可以远眺，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斧头山的一个美景。还有玫瑰园那边有很多花海，还有天鹅湖等等一些景点，都可以去转一转，挺悠闲的。其实在里面可以感受这种慢下来的时光，来享受一下美妙的生活。还有随处可见的就是我们园区散养的孔雀沈王爷，对，我们叫也有叫走地鸡。当大家听到时不时的传来一声啊这样的叫声的时候，其实不是熊猫在叫，是这个孔雀在叫。对，这声音经常会吓到熊猫。然后还有小熊猫园区也会有一些散养的小熊猫的区域，所以大家如果说来看他们的话，不要去上手去触摸他们，也不要投喂，就远远的看看拍拍照就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假期的时候过来看熊猫哟。拜拜，拜拜。